将军，这什么情况？杨默大婚，连我府上也要张灯结彩吗？明日一早便走，今晚都不让我安生。爸，我现在就走。范将军，先不要急着动气。你看看那灯笼上写的是什么？属下，因为你走的实在太急，时间有限，我只能准备到这个程度了。范如香，你可愿与我成婚？谢青叔，你怎么这样？你此去西凉边境，不知何时能归。我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想告诉你，不管以后怎么样，我谢青书都与你生死相许。